通常都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选择上班？他说他聊一小时、欸，陪他或运动这一边。露刺青不露刺青？所以你会用刺青当话题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想跟我聊天？不是，我现在必须要啊，因为镜头在拍啊。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？是。你们通常会为了什么事情而选择？早餐要吃什么？晚餐要吃什么？想问一下，你们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？有，午餐。那你们吃什么会犹豫的原因呢？不能跟昨天一样。你昨天吃什么？我昨天吃什么？还有记忆障碍的，他失智了。你们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？是，无时无刻。那你们为了一件最小的事情纠结的事情？要不要买50篮？哦，对，要不要买50篮？要不要买50篮是很值得犹豫的一件事情吗？很值得啊。那不喝就不喝啊？不喝就会心情不好，喝了心情会好，但是要想要减肥，所以心情不好，就我会也会犹豫很久。那我会去喝健康吗？不会。他们一定会活活的渴死。你们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吗？有，他没有。你是一个很果断人。对。那你在选择男朋友上面会有犹豫吗？不会。而他的感情之路是一开始就是很好，然后后来就说我没有空陪你之类的。所以你有判断渣男的标准？没有，我对每个人都很容易喜欢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建议你有选择障碍。我跟他相反。那你通常都选择些什么？早餐要吃什么？你早餐吃了什么？热狗，犹豫了快10分钟吧，就在想要吃荷包蛋还是热狗。最后怎么选择？最后就是越不健康的越好吃，因为早餐很重要，早餐只能吃一次。可你明天可以再吃一次哦。明天不一定会起床。OK。说到底还是条懒狗。会选择障碍些什么？衣服要买什么颜色？因为每个颜色都很好看啊。男朋友会给你们意见吗？不会。那男朋友给的意见你们会相信？不会。男朋友色盲吧？难以置信。你们在穿搭上面会是有选择障碍的人吗？露刺青不露刺青就会被问啊。所以你会用刺青当话题，对不对？引别人开话题。那你的刺青有什么意思吗？你是不是想跟我聊天？不是，我现在必须要啊，因为镜头在拍啊。所以你可以靠一个刺青跟对方聊很久，看我想不想跟这个人。这个是什么故事啊？这个吗？嗯，这个是。换一个好不好？好好，换一个，好，换一个。看来不想跟你。再来，我们遇到一位来自英国的朋友。台湾的食物你觉得好吃吗？非常好吃啊！你在英国都吃什么？我在英国都是自己煮饭，外面就是素食这样子，麦当劳或者偶尔吃炸鱼薯条。其实选择没有很多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多，没有。台湾的中餐选择很多，对不对？非常多，对不对？我喜欢吃的是小笼包跟卤肉饭。我在台湾，我就拍那个影片给大家看，然后说 What the fuck？ 他是炫耀，而他在台湾遇到最困难的事是，因为我比较高，台湾的衣服是比较短，这个 T 恤我穿了很久，我买不到，就是。够长的 T 恤，穿的都破掉了。然后前天买一个 XL， 不敢洗它，它一洗就会变非常短。我说啊，干，我去哪里买这个东西？选个衣服选到老，各种尺寸哪里找？颜色好多好难挑，干脆包色没烦恼。亮色 T 恤怎能少？ 50% 准备好，超强百搭24色，凉感面料不怕热，夏日必备免环漏。17种版型好设计，触感极佳穿不腻。选择障碍没关系， 50% 青春活力百搭 T， 穿上 More Color 最吸睛。再来，我们遇到一对情侣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选择障碍的人吗？或多或少都会有哎。那什么事情上面会有选择障碍？陪他或运动这一边。陪他会有选择障碍？因为我运动要是不持续的话，成果就会比较小一点点。你现在在重训是不是？对。我们请他展示健身的成果。哇，学长，哇，你觉得他牺牲陪你的时间去重训是有效的吗？是值得啊，但我还是要想要陪我。所以如果他为了陪你，肌肉都变松弛了，没关系，可以，反正是多陪你，你看你在白费心机。通常都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而选择障碍？我几乎什么都很容易，很多都不知道。那你怎么选择出这件的？他说他聊一小时、欸，没有，你觉得这两件你要挑多久？五
那你介绍一下你今天选择出来的风格好不好？比较对比嘛，色彩上，对，就选择比较鲜艳一点，比较引人注目吧，应该是成功吧？成功吗？ Oh, 不要知道比较好。反观这位同学，哎、欸，啊、你出门要选多久？一分钟吧。你都拿什么就穿什么？差不多，太热就穿白色，嗯，然后平常穿黑色比较多。可是他有时候其实也是早上出门前穿衣服，然后也会拍照问我说这样搭好不好看。嗯、啊，你不是说你一分钟就选完了？你刚刚那边讲的信誓旦旦。曾经犹豫过什么最小的鸟事啊？因为我们今天过交往纪念日、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买块蛋糕吃、可是又觉得草莓季过了没有草莓、就只想吃草莓蛋糕。那不然买芋头蛋糕吗？可是他不喜欢吃芋头、那吃南瓜蛋糕呢？可是他也不喜欢南瓜、OK 挑食的嘴，骗人的鬼。而大家解决选择障碍的方法是，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吃什么，那就算了，不吃了这样、所以没有吃你还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们三个在犹豫要吃什么的时候，谁都是谁做决定？我们应该都会一个人代表一种，然后猜拳。你们可以模拟看看吗？开始。张叔叔，下一步。好。再一个，麦当劳。好，麦当劳。根本没有决定，你都是他决定的。你学了一大堆东西，你做的是鹦鹉一。这位同学也是剪刀石头布。跟谁剪刀石头？跟自己。你怎么跟自己剪刀石头布？你算一下好不好？剪刀石头。自己的左手右手打架，左右互搏的传人就是他。我会投硬币，就像翻正面反面，然后就正面是 A， 然后反面是 B， 但是突然投出来的答案，我还是会跟我原本选的答案相反。投出来是 A， 然后可是我其实心里比较想要 B， 然后我就会说、算了，那还是 B 好了。我相信命运掌控在我手中。那你为什么要甩硬币？历史歪理，参考别人的意见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别人给你的意见通常有用吗？不太有用。有没有办法说服我？如果没有办法，就选另外一个。如果问了，想要赶快离开念念，跟你说，就这件就买它就对了，就买它，那你 OK 吗？没有，就问说为什么要买？你觉得这个比较好，还是那个比较好？那个比较好啊，因为那个比较便宜。可是这比较好看啊。那你买这个，这比较好看。他说我现在没钱、如果有钱，我就两个都买。好，你确定你还有朋友吗？有。请用生命守护他。今天的街访他们结束了，你也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吗？赶到 D 卡的板上跟我们分享吧。D 卡调查局选择大问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